大家好，你见过火车爸爸的全家吗？来看第一个手指，爸爸火车。爸爸手指，爸爸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车。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。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超开心？让我们再检查一遍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车。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。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太棒了，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多么美妙的一天，让我们今天去农场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鸭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嘎嘎叫，那边嘎嘎叫，这边嘎，那边嘎，到处都嘎嘎嘎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马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嘶嘶叫，那边嘶嘶叫，这边嘶，那边嘶，到处都嘶嘶嘶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牛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哞哞叫，那边哞哞叫，这边哞，那边哞，到处都哞哞哞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猪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哼哼叫，那边哼哼叫，这边哼，那边哼，到处哼哼哼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鸡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咯咯叫，那边咯咯叫，这边咯，那边咯，到处都咯咯咯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羊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咩咩叫，那边咩咩叫，这边咩，那边咩，到处都咩咩咩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
看到农场有好多狗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汪汪叫，那边汪汪叫，这边汪，那边汪，到处都汪汪汪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猫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喵喵叫，那边喵喵叫，这边喵，那边喵，到处都喵喵喵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再见，孩子们，希望你们开心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来通过这首歌学习身体的各个部分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眼睛，耳朵，嘴巴和鼻子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手肘脚踝，脚掌和手掌。手肘脚踝，脚掌和手掌。嘴唇头发，手指和下巴。手肘脚踝，脚掌和手掌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眼睛，耳朵，嘴巴和鼻子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是不是很开心？我们下次见。小朋友们，你听过巧克力工厂吗？让火车爸爸带你去那里玩。你见过巧克力工厂吗？商店全用糖果做成的，不下雨只下草莓奶昔。和鲍勃参观巧克力工厂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沿着道路上上又下下，和鲍勃走在巧克力工厂。快看，天上是不是有一辆冰淇淋卡车？头上飘着一辆冰淇淋卡车，你从树上摘下泡泡糖，甜甜圈在地上转来转去，不要忘记祝它一切顺利。头上飘着一辆冰淇淋卡车，你从树上摘下泡泡糖，甜甜圈在地上转来转去，不要忘记祝它一切顺利。巧克力工厂也有草地、海滩和云彩。棉花糖是漂浮的云彩，爆米花是松软的海滩，热狗从草地里长出来，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棉花糖是漂浮的云彩，爆米花是松软的海滩，热狗从草地里长出来，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。耶，我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沿着道路上上又下下，和鲍勃走在巧克力工厂。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沿着道路上上又下下，和鲍勃走在巧克力工厂。我太爱巧克力工厂了，以后还要再回来。拜拜。嗨，孩子们，我是鲍勃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字母表。 A 是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字母，让我们出发去找 A。 孩子们，你们看到 A 了吗？它藏在路灯后面。不，嘿，鲍勃，哎，你愿意加入我吗？是的，鲍勃。
你在上面做什么？我正在找你，然后你就来了。看，孩子们，蜥在那儿，他似乎正要去那儿。嗨，宝贝。嗨，蜥，你去哪儿？我正要去公园。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？好的。弟，你在树后面干什么？我在玩捉迷藏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有趣旅行吗？是的。海翼，你好吗？你想加入我们吗？嗨，宝贝，我很好，谢谢。是的，我很愿意加入你们。孩子们，那是什么？我的天啊，是 F。 嗨，宝贝。嗨，G， 你去哪儿？嗨，宝贝，我正要去见 H， 一起来。嗨， H。 嗨，宝贝。 G， 让我们加入宝贝。好的。孩子们，接下来的字母是 I 和 G。 我们正在等巴士，他将带我们去漂浮岛。我也正要去漂浮岛，你们俩加入我们吧。孩子们，看 K， 他在荡秋千。宝贝，我能加入我的朋友们 I 和 G 吗？是的。太好了，等等我，我也想来。嗨 ，M， 你在做什么？嗨，宝贝，我正要回家，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？好的，呀呼。嗨，恩，嗨哦，嗨，宝贝，嗨，宝贝。嗨 ，P Q 在哪儿？喂，宝贝，我正在找 Q， 你能帮我找到 Q 吗 ？Q 在那儿，正躲在房子后面。孩子们看，那边是 S。嗨，宝贝，我正在等 R。嗨，宝贝。嗨，T，你要去哪儿吗？哎，宝贝，我要去城里见 U 和 V。让我们一起去见 U 和 V 吧。嗨，U 和 V， 你们愿意和我去见 W 吗？是的，我们也要去见 W， 让我们一起去。嗨 ，W， 喂，宝贝，我正在等我的朋友们 T、V 和 U， 你看到他们了吗？是的，他们在车上，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呢？好的，呜呼。看看我的朋友们，我们也可以加入吗，宝贝？是的 ，X、Y 和 Z。这太有趣了，下次见。嗨，我是宝贝，
我想帮你们学习数字。让我们来数数我车上的物品。一辆厢式车，一，嗨，一，嗨，宝贝。两块手表，一，二，你好，二，嗨，宝贝。三只虎，一，二，三，嗨，三，有什么事，宝贝？四个太阳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哟，四，我希望你一切都好。五把伞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嘿，五，嘿，宝贝。六个橙子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嘿，六，你还好吗，宝贝？七个苹果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你好，七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宝贝。八顶帽子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嗨，八，嗨，宝贝。九个棒棒糖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嘿，九，你好，宝贝。十个气球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嘿，十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宝贝。让我们再来数一次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孩子们，你们想参加一次颜色旅行吗？那就单脚跳吧。黄色黄色我就像太阳，黄色黄色我就像太阳，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，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，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，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，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，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看看鲜艳的颜色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加入颜色的旅行，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，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，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，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，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，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，粉色粉色看看这些门，粉色粉色看看这些门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看看鲜艳的颜色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加入颜色的旅行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颜色旅行，下次见。我是形状火车，呜呜呜，我是形状火车。圆形先生，圆形先生，
你是多么圆又圆，你可以地上滚，你可以到处滚。圆形先生，圆形先生，你是多么圆又圆，你可以地上滚，你可以到处滚。黄星先生，黄星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当心你的四条辫，还有你的四个脚。黄星先生，黄星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当心你的四条辫，还有你的四个脚。三角形先生，三角形先生，你像一个金字塔，为什么你不上火车像方先生一样？三角形先生，三角形先生，你像一个金字塔，为什么你不上火车像方先生一样？星星先生，星星先生，你在天空眨呀眨，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，非常非常高。星星先生，星星先生，你在天空眨呀眨，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，非常非常高。长鼻子先生，长鼻子先生，你也愿意加入吗？我的车厢非常舒适，形状就像你。长鼻子先生，长鼻子先生，你也愿意加入吗？我的车厢非常舒适，形状就像你。椭圆形先生，椭圆形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看伙伴们都上了车，你也来加入吧。椭圆形先生，椭圆形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看伙伴们都上了车，你也来加入吧。再见，孩子们。嗨，我是鲍勃火车，我在轨道上行驶，乘客们可以坐在里面到很远的地方旅行，我也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载到另一个地方。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其他的运输方式。看，有一辆小汽车。嘿，鲍勃，我正要去野餐，待会儿见，鲍勃。看，孩子们，那是一辆警车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警车先生，警察们正坐在车上去抓小偷，与不公正做斗争是一项勇敢的工作。消防车，你这么急匆匆的去哪儿？有人被困在大火中，我正要去帮助消防队员解救他们。看，来了一辆救护车，我正要送病人和伤员去医院。你正在做什么？垃圾车。我正在收集垃圾。看那边，是铲车和推土车。嘿，朋友们，你们在忙什么？嘿，宝贝，我在帮助铲车移动障碍物。嘿，宝贝，我正帮着装卸。干得好，各位。看，直升机飞走了。再见，宝贝。嗨，拖车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拖走湿式和抛锚的汽车。
孩子们，我希望你们认识不同的运输方式，很有趣。让我们来认识动物。大象、熊猫、长颈鹿、猴子、狮子、老虎、绵羊、猪、奶牛、狗。让我们来认识水果。苹果、梨子、葡萄、芒果、香蕉、番荔枝、橙子、樱桃。让我们来认识颜色。红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绿色、橙色、紫色、粉红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灰色。让我们来认识交通工具。飞机、厢式车、自行车、救护车、小汽车、火箭、船、消防车、出租车。Tomato。 Carrot。 Capsicum。Eggplant, mushrooms, potato, broccoli, cucumber, Hey, Bobby. 六个橙子，一二三四五六。Hey, 六，你还好吗 ，Bobby？ 七个苹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好，七，很高兴见到你 ，Bobby。八顶帽子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嗨八，嗨宝贝，九个棒棒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嘿九，你好宝贝，十个气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嘿十，很高兴见到你宝贝。让我们再来数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孩子们，你们想参加一次颜色旅行吗？那就单脚跳吧。黄色黄色我就像太阳，黄色黄色我就像太阳，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，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，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，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，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，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看看鲜艳的颜色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加入颜色的旅行，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，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，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，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，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，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，粉色粉色看看这些门，粉色粉色看看这些门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看看鲜艳的颜色，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，加入颜色的旅行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颜色旅行，下次见。我是形状火车，呜呜呜，我是形状火车。圆形先生，圆形先生，你是多么圆又圆，你可以地上滚，你可以到处滚。圆形先生，圆形先生，你是多么圆又圆，你可以地上滚，你可以到处滚。黄星先生，黄星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当心你的四条辫，还有你的四个脚。黄星先生，黄星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当心你。准备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
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喵喵叫，那边喵喵叫，这边喵，那边喵，到处都喵喵喵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再见，孩子们，希望你们开心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来通过这首歌学习身体的各个部分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眼睛，耳朵，嘴巴和鼻子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手肘脚踝，脚掌和手掌。手肘脚踝，脚掌和手掌。嘴唇头发，手指和下巴。手肘脚踝，脚掌和手掌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眼睛，耳朵，嘴巴和鼻子。头，肩膀，膝盖，脚趾，膝盖和脚趾。是不是很开心？我们下次见。小朋友们，你听过巧克力工厂吗？让火车爸爸带你去那里玩。你见过巧克力工厂吗？商店全用糖果做成的，不下雨只下草莓奶昔。到鲍勃参观巧克力工厂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沿着道路上上又下下，到鲍勃走在巧克力工厂。快看，天上是不是有一辆冰淇淋卡车？头上飘着一辆冰淇淋卡车，你从树上摘下泡泡糖，甜甜圈在地上转来转去，不要忘记祝它一切顺利。头上飘着一辆冰淇淋卡车，你从树上摘下泡泡糖，甜甜圈在地上转来转去，不要忘记祝它一切顺利。巧克力工厂也有草地、海滩和云彩。棉花糖是漂浮的云彩，爆米花是松软的海滩，热狗从草地里长出来，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棉花糖是漂浮的云彩，爆米花是松软的海滩，热狗从草地里长出来，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。耶，我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沿着道路上上又下下，和宝宝走在巧克力工厂。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我们走在巧克力工厂里，沿着道路上上又下下，和宝宝走在巧克力工厂。我太爱巧克力工厂了，以后还要再回来。拜拜。嗨，孩子们，我是鲍勃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字母表。 A 是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字母，让我们出发去找 A。 孩子们，你们看到 A 了吗？它藏在路灯后面。不，嘿，鲍勃，哎，你愿意加入我吗？是的，鲍勃。你在上面做什么？我正在找你，然后你就来了。看，孩子们，西在那儿，他似乎正要去那儿。嘿，宝贝，
嗨 C， 你去哪儿？我正要去公园。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？好的。D， 你在树后面干什么？我在玩捉迷藏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有趣旅行吗？是的。嗨 E， 你好吗？你想加入我们吗？嗨 Bob， 我很好，谢谢。是的，我很愿意加入你们。孩子们，那是什么？我的天啊，是 F。 嗨 Bob。 嗨 G， 你去哪儿？嗨 Bob， 我正要去见 H， 一起来。嗨 H。 嗨 Bob。 G， 让我们加入 Bob。 好的。孩子们，接下来的字母是 I 和 G。 我们正在等巴士，他将带我们去漂浮岛。我也正要去漂浮岛，你们俩加入我们吧。孩子们，看 K， 他在荡秋千。宝贝，我能加入我的朋友们 I 和 G 吗？是的。太好了，等等我，我也想来。嗨 M， 你在做什么？嗨宝贝，我正要回家，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？好的，呀呼。嗨人，嗨哦，嗨宝贝，嗨宝贝。嗨 P Q 在哪儿？嗨宝贝，我正在找 Q， 你能帮我找到 Q 吗？ Q 在那儿，正躲在房子后面。孩子们看，那边是 S。 嗨宝贝，我正在等儿。嗨宝贝。嗨 T， 你要去哪儿吗？嗨宝贝，我要去城里见 U 和 V。让我们一起去见 U 和 V 吧。嘿 ，U 和 V， 你们愿意和我去见 W 吗？是的，我们也要去见 W， 让我们一起去。嗨 W， 喂 Bobby， 我正在等我的朋友们 T、V 和 U， 你看到他们了吗？是的，他们在车上，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呢？好的，呜呼。看看我的朋友们，我们也可以加入吗 Bobby？ 是的， X、Y 和 Z。这太有趣了，下次见。嗨，我是 Bobby， 我想帮你们学习数字。让我们来数数我车上的物品。一辆厢式车，一，嗨，一，嗨 Bobby。 两块手表，一二，你好二，嗨 Bobby。三只虎，一二三，嗨三，有什么事宝贝？四个太阳，
一二三四，又四。我希望你一切都好。五把伞。大家好，你见过火车爸爸的全家吗？来看第一个手指，爸爸火车。爸爸手指，爸爸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车。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。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超开心？让我们再检查一遍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车。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。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太棒了，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多么美妙的一天，让我们今天去农场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鸭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嘎嘎叫，那边嘎嘎叫，这边嘎，那边嘎，到处都嘎嘎嘎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马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嘶嘶叫，那边嘶嘶叫，这边嘶，那边嘶，到处都嘶嘶嘶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牛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哞哞叫，那边哞哞叫，这边哞，那边哞，到处都哞哞哞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猪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哼哼叫，那边哼哼叫，这边哼，那边哼，到处哼哼哼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鸡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咯咯叫，那边咯咯叫，这边咯，那边咯，到处都咯咯咯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羊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咩咩叫，那边咩咩叫，这边咩，那边咩，到处都咩咩咩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
汪汪叫，那边汪汪叫，这边汪，那边汪，到处都汪汪汪。你的四条辫，还有你的四个角。三角形先生，三角形先生，你像一个金字塔，为什么你不上火车，像方先生一样？三角形先生，三角形先生，你像一个金字塔，为什么你不上火车，像方先生一样？星星先生，星星先生，你在天空眨呀眨，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，非常非常高。星星先生，星星先生，你在天空眨呀眨，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，非常非常高。长鹏星先生，长鹏星先生，你也愿意加入吗？我的车厢非常舒适，形状就像你。长鹏星先生，长鹏星先生，你也愿意加入吗？我的车厢非常舒适，形状就像你。椭圆形先生，椭圆形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看伙伴们都上了车，你也来加入吧。椭圆形先生，椭圆形先生，早上好，你好吗？看伙伴们都上了车，你也来加入吧。再见，孩子们。嗨，我是鲍勃火车，我在轨道上行驶，乘客们可以坐在里面到很远的地方旅行，我也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载到另一个地方。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其他的运输方式。看，有一辆小汽车。嘿，鲍勃，我正要去野餐，待会儿见，宝贝。看，孩子们，那是一辆警车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警车先生，警察们正坐在车上去抓小偷，与不公正做斗争是一项勇敢的工作。消防车，你这么急匆匆的去哪儿？有人被困在大火中，我正要去帮助消防队员解救他们。看，来了一辆救护车，我正要送病人和伤员去医院。你正在做什么？垃圾车。我正在收集垃圾。看那边，是铲车和推土车。嘿，朋友们，你们在忙什么？嘿，宝贝，我在帮助铲车移动障碍物。嘿，宝贝，我正帮着装卸。干得好，各位。看，直升机飞走了。再见，宝贝。嗨，拖车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拖走湿式和抛锚的汽车。孩子们，我希望你们认识不同的运输方式，很有趣。让我们来认识动物。大象、熊猫、
长颈鹿。猴子、狮子、